花生酱很好卖 ，open 酱不好卖。哦，无饲哦，来一袋来百三两条哩，来花生酱很好卖 ，open 酱不好卖，来三百块四条哩。黄爱卿你好，免五百，来三百块，再来多无饲的来赶紧，来三百块这你搁继续收哦，五袋三百，你看要对咩无饲的哈？来三百块三袋，来四袋，来来五条哩，来三百块多，再来多来三百多，来一多够啊？来三袋四袋哦，你来五袋哦，你来一多三百块，够啦，够快了吧？来动作快，动作快啊！一多五袋五百块会使卖啦。五袋三百块，你没空吃啊？无吃的哦。无吃的，无吃的。来三袋四袋，来五袋哦，你来四百多，来三百六。想想久吼，我卖完就无啦。来三袋四袋，来五袋，拢快点卖。哦，这也卖来，这也可卤加久，啊有哪结果是好的得。来三百多，三百多，三无关了，最后一位了。无吃的鱼肚五片卖你300块啊！你在做梦？欧鹏讲的炸鸡球可以来试试看吗？欧鹏讲的炸鸡球，来，小哥，我不是说玫瑰。那个你去欧，你去，来，没几千倍吧？来，我爸，来，赶快两个人给来，买有卖哦。来，我爸，来，一人两个过来，来，小哥，来，我爸跟我睡吧，真的超漂亮的，一包199。来，我爸过来，赶快两个人给妹妹，最后一个人给小哥来，我爸过来，最后一回，小哥刚出出来。来五百块有啊哈，我倒来啊，我来谢谢。来，阿妹吃飞机券来200块啊，都花枝卷六，六个客人而已。一包，一包的。哦，一包来750。750。来飞机券200块来，200块，等一下，算700就好了。来飞机券200块好吃哦。这阮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都讲好吃。来飞机券啥物吃？你有看买几包无？你买买甲几包？你买一份买倒？来200块，我剩只两呢。不然呢？一四六，安怎啦？不对啦，不对啊！七百啦，20条呢？不是20条，20D 的大头20条。打你打！你干嘛在喝喝啊？大喎！我喝啊，装卡水。你唔捌食过，我来讲，恁试食是安怎？人要买几包诶？这两条老板就170，一条85块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两条你每顿去吃价，用这里得8块，来7、8块完了，让你们试吃什么叫花枝卷。来100块，大条花枝卷，来100块，进来，我一件买100了。不贵啦，给买六寸价。来，谢谢。请问我在笑什么？建章你好，一包你得。建章你好，我爱金麦棒啊，我爱金麦棒啊，来炒虾来了，我笑死。来，阿来生的金毛皮啊，来生的金毛皮。那个小姐照好卖，拢掏钱，伊要我来，我吃这炒的来。国宏，炒虾卖完，你十班还够吗？对，炒的要顶爪面。国宏，你十班还够吗？吃炒的哦，不是白的哦，是炒的哦，看好哦。今天有大十班。真正水的，啥啥的啊？行行的啊，青菜啦，食得好吃啊。来要吃一克啊，100杯、200块在卖啦。你有要吃来300块给我炒虾。来两盒给你，不用400，来300，也不用300了，一个人拿2盒哦，我卖你一盒的钱就好了。你要我来200块，我能超诶，一家人200块来，200块不是一盒，是2盒都给你超诶，200块来，无人给你钱哦，你去买。哎呦，有啊有啊。你开花开伤久啊！来，炒下200块，最后一个人去炒虾。来，大家要来，赶快，刚好来得及。来，飞机花枝所卷龙王。来，上来单片哦，海产蛋哇，有啊，吹掉啊。国宏，你还要考虑？来，花生生吐司，今天很大吃哇塞，超好吃的。今天还很大吃，一片至少要35块。来，五杯进来，来冷。昨天看到 YT 影片介绍新打卡，有拍到中皇海鲜肉品都有卖，人生吐司都有卖。中式的，你信哦？中式的新闻。我不是专门来卖鱼，我什么拢有卖啦吼。啊，你着拜人礼拜来吼，咱的物件产品真正够精彩。来，这三天免200。白大哥，你买了没？真的好吃嘞！早餐点心都可以吃，100块啊，不用买200了，生吐司，就点够好哩。我少年的人唔知，我咧卖啥？加100块，加150、160个人，来100来，就点够好哩，200，来100块，生吐司来5片给你，100块，送多少了？
上礼拜，上礼拜。我少年的知影呢。什么少年？来，进来，来，生主爱少年人。来，一百块来五条，来一百块，大哥这个。这个上礼拜，这个上礼拜拿上来，上来就没了。来来来来，阿彪，这个银钱。这个上礼拜一上来就没了。唔知啦，一千块来找爸爸啦。哦，你要买大。这个上礼拜一上来就没了，真的。你买别，你买给生主师，你行好小跑。好奇怪，每一场都不一样。你看，上礼拜一上来一箱就没了。海菜我来。海菜已经我已经上少两担无卖啊！为什么我爱卖点呢？因为咱班了少起价，哦，海菜真采收歹啦，所以海菜拢起价。但是我嘛是卖恁这无刷的，无刷，等你免洗，你要食偌济，较偌济起来煮，煮两汤，哦，拢做好食，来200块，要哪块？恁大买，叫人两天卖百二哦。这叫吗？听好哦，来100块我。冰箱还有其他鱼放不进去。今天都请你。可是大师班很少出现的。请海菜来。大师班很少出现。这个再回馈给大家的，不可能适合100块，两盒就不止100块了，来四盒，来几百块来骗我海产，来这样三克啊四克啊拎来，来几百块骗海产，做人无看到来搞讲哦，今年哦一箱尔，无成一箱啊哦，来几百块来加买挂，后礼拜无这样啊，我给这了钱啊，这四克一百，你讲叫我十大片，我好有可能十大片这，来几百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啊骗我海产拢挂掉未？不只两汤会做营养，来海菜你吃啥你拢唔知影吼、哦？海菜你啊爸爸妈妈吼，然后欠回镜头哦，这铁质非常重，铁质的是补血，来一百块最后两个人给海菜拢买。你无欠血啊？谢谢。爸爸妈妈拢欠钱，无欠血。爸爸妈妈欠钱哦，安尼你甲煮钱，是煮钱汤我啉。来，田园虾饼来多上点美番薯，你等下久。这个虾饼哦，这不是偶然品，这是虾饼哦。来，你没有买过，现在食品展高雄哟，还有在卖六片真空包装有打风师名字，80块，那点非常空。我给你涨一点，涨一点来八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吃没两百，来七八块啊，这田园虾饼怎么煮？随便你煮，你要煎，你要炒，你要烘，你要煮拢我，你按怎煮都吃七八块啊，这虾饼100块，一个人14片给你，快讲12片。来一百块，我搁送两条你。虾饼拢买俩，两个买俩啊！田园虾饼啊，来一百块，够了啦！来三个。啊，我这我扣你较紧啊。后面包了，三个。啊，我手无刮手的话嘛，卖用。来一百块，三个可能咯，来一个人14片给他们来，动作快啊！来毛豆就要上店买200块啊！超好吃的毛豆，真的好吃。来一包500，给两包1公斤，3包你200块，大家拢买好不好？好。大家都没有吧？来七八楼，没冷八，来毛豆这些啊，来100块来，想吃毛豆的动作快来，3包你来七八过来，这个不用煮了，这些啊，这你起码好掏开就当吃啊，冰冰凉凉嘛好吃，对啊，很大只，看起来真的好吃了，来七八过来，我故意拍给你看的，我故意拍给你看的，你这个用调味嘛也塞，来毛豆3包七八过来，100块，够了没？管着毛豆，给你来，来七八过来，动作快了。来下，找高把吗？来毛豆100块，你来加高把，加背把。虾子吗？虾子有，虾子有。你要什么？虾饼有，你要几份？来，再来给我。赶快，你钱给小姐，我就会包给你的。来，毛豆100，来。都有，别紧张。来，你等一下啊、哦，稍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用毛豆哈。来，3包100块了，料料的了。来，阿弟龙买点没？毛豆100块都有了哈、哦，都买到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田园虾饼多一个就对了，哎，包10份给我来。来，要吃帝王蟹棒哟。来，不用500了，一只30块，夜市就有在卖。来，200块我来，3斤4斤哦，你来5斤哦，你来6斤哦，你7斤8斤好不好？9斤10斤好不好？安尼300，我卖偌济？200块。免煮啦，免煮，这些冰的多好吃啊！这个5斤，搁3斤，15斤哦，你来200块来。蟹味棒，帝王蟹味棒，来一个人15只哦。来200块，冰冰凉凉，很好吃。来5斤，这好吃歹吃，问我头前这两摊啊，这吃几箱的咯？我吃100斤啊！来10斤，有人送我100斤啊！这吃几箱的呢？来15斤哦，你帝王蟹棒，来200块来，送我100斤。蟹味棒给我啊，弟弟，来200块。谢谢阿正哦，哥哥，来200块来。谢谢王力勇哦，200块来，200块来，来帝王蟹棒都有送没给了？来5斤。来10斤，来11斤，谢谢王力宏哦，三万两百块两，三万一百斤，这个你小朋友如果厌食哦，我来讲，你吃2斤，你要吃饭无？你若要吃饭，这2斤哦，吼你吃饭吧，会使吃，伊就吃，多吃，来200块拢做咩了啊？就像吃冰淇淋一样，
真的好吃，冰冰凉凉的也很好吃。来，先来帮亚萨听老公多上个咩鞋啊？要什么？一边，要个姐，要个咩鞋啊？来，好的，来。给我。我手里钱先拖拖，我咩话？阿婆是多一手。这个对。我钱收了起。上架没有？接棒师傅，我要留的，我要留的。我说你会来啊？对，那就话没规矩。那个虾饼好了，给我了虾饼。来啊，怕头啊，来化解啊。怕头啊，头头颈好彪啊！来，那个虾饼谁的虾饼？来，田园虾饼谁买的哦？来，赶快哦！我就怕他好水哦。来，我来讲啊，真正要吃鱼啊，这怕头啊无俗啊。我聊聊你。来。我来广告一下，我聊聊番茄虾，番茄虾，番茄虾，你真的要吃鱼，再拿钱买哦。一会儿讲一下，你门口这家人这很老一下哦，这怕他啊，这小黄鱼，加十尾，加十尾，你老要吃，吃袂你百哦，乖哥唔免百哦，啊，你要吃一百块哇，一百块，你要吃唔免一百块哇，真正要吃，铁栏山来五十块，五十块来，小黄鱼怕他大尾。要收哦，你等下一个月就四十块嘞，这一次就四十块了。来，你要吃帕塔五十多啊，五十块都有了吗？都有了，要吃帕塔无？小黄，基本就超过啊，五十块基本就超过啊，把你整加好啊。来，五十多一个俩，十块等你整拢完哦，一个两个哦，三个四个拢完哦。来，帕塔来，这样就六十块好不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小黄鱼都有了，来鲑鱼来啊，妥妥哦。来，刚才没有买到鲑鱼的动作快点。我没有那么空。那好，四个，稍等一下，我等下弄给你。来，五个，五个。老妹，接下来这三点的老爸花、啊，想吃鲑鱼的举手。我没有教你买，举手就好了。几枚？两枚？三枚？卖杯一千，卖杯八百，三点老爸，五百块啊，五百块来，想吃鲑鱼的来，赶快。来五百块，来这个去请了啊，四条你四条，你请我哎，这正啊这正啊这物件呢，来五百块来，啊拢无人遐银钱，四条五百块搁咧考虑啊，这条搁挂着，来五条哩，唔免一千，嘛唔免八百，来五百喽，鲑鱼五百块来，五片呐、啊、五片呐、啊，不要怀疑，不要考虑了啦，那我要先买鲑鱼啦，来鲑鱼五百块来。来，最好三四个人去，鲑鱼五百块。来，亲近口香糖，赶快。五百块来，鲑鱼。多了一片，价格不变。来，谁没有买到鲑鱼的动作快，动作快来，五百块来，五百块。来，三点四点哦，你来，一点给我你来，鲑鱼五百块，拢快点哦，鲑鱼。来，大哥你也买哈，拢真好，真正哦。我讲啦，你不要。来五百块，阿哥有三无买着，来鲑鱼，来三点，来四点，来一点给我你来五百块。多谢，阿伯在后边吧。快，阿伯，登录啊，登录啊，随好哈。来，鲑鱼五百块，都有了哈。好，谢谢，那就下一样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大哥，您有需要上镜头不？哎，阿伯，安尼哦，他袂耽误时间啦哦。来，没关系，我卖什么，你喜欢你也可以讲。来，这个是准备的鲑鱼。对，番茄虾。石院丽你好。铁笼的番茄虾。来，爱吃土特鱼啊！有要拍头，伊万只走的，都去我就需要你啦。来，要吃土特吃白肉的，要想在你边头多一箱我大点，有较薄。来，五百块来土特鱼，不介济哦。去土特真正欠袂啊，全身拢欠袂啊。来，有要吃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你也要吃我袂介少的。就是番茄虾很少看到哦，啊这。船啊，船啊开啦，船啊开啦，啊都无坐啦。船长讲叫我加卖卖啦，我卖偌济算偌济。你若要食这盘，等下互你牵着啦。来三条哩，我讲啊，规期也免六百啊。我发五百钱，无人要订单我啊。来五百块，托托五百块，无人要金条啊，听到啊？听明无？来五百咯，一个三零。为虾米卡袂安尼？来五百块。托托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咯，无得哦你。托托唔是俗啊，托托真足贵啊，来五百块，少一个人，土托鱼五百块，多少啦？怎么样？真托托啊，无客较俗啊。来三个买得，一点存无一百块，托托来五百咯，三个客人吃而已，土托鱼五百块来，最好两个人给托托，六片，一片托托存无一百。今天我卡拉鸡腿堡孟照，来我爸可能话哈，托托，来我爸过来。张婷啊，安怎啊？你讲啥话？张婷诶，给我一个啦。我袂叫不？无啦，你头一箱啊，一箱无啊。
烤一箱，烤一箱老，再来个老鸡蛋，再来个老鸡蛋，等一下再留一次就好了。来，烤拉鸡腿堡两包两呀，再来，你肯两包是你这边捞两包人家。阿大，即卖无阿多三包安尼卖你啊，因为真正起价无货啦，无货起价我硬客啦。哦，啊，不过有嘛是要来通知，一包卡拉鸡腿堡，这是劲辣口味哦，这阮大哥特别来个咩，每次来都买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虽然它会辣，可是真的很好吃。老妹，接下来500，一包400、300，来200好了。卡拉鸡腿堡来200块了，来200好了。一包一样，我卖你上少呀！一包卖你200，都卡拉鸡腿堡最后两包了，这是劲辣口味喽，比较好起来哦。来200过来，来大哥妹一包来，来最后一包了，卡拉鸡腿堡没有了，来200块，来小姐要来，好结束。我卖掉，生产不卖掉，我卖掉，来大麦克我来，我给你大麦克一包300，我比较少的。这是黑呀，黑呀，好，来龟有漂亮吗？龟尾，麦克风好漂亮的，来想只看到龟尾，我会说这是麦克风。来上面黑爱来，龟广，我快笑死了。那个早上我在社团看到来六个客人啊，姑姑把那个信红唱歌的影片放到社团。不要不要不要六个，这一盘5个，这一盘4个就好了。来冷半后来台北，金价跌，傻傻的差差，他那个抽烟又抖脚，他厉害，他坑黑坑黑，结果被批评了。来冷半后来，快笑，一人一份两份都没关系，我来黑啊。幸好下次唱歌应该穿西装、打领带、穿皮鞋、猪油头戴墨镜。台北冷半后来，怕啥喝啊？然后唱到溜人，来4个。唱那个浪，来龙柱回场，四个拢甲包包的来，来5个。啊，你有讲收卡拉鸡腿堡的，无物件你讲收。来，虾子稍等一下啊、哦，虾子稍等一下啊，来这小黄鱼，50块的小黄鱼来，来五倍来，麻烦姐来，有买小黄鱼的来，看台湾来。来阿古来，公杯上来，大麦克我来。哇，还来都加你卡拉鸡腿堡宝贝的外公，一包不加少，一包不一包不加贵，一包3盒。上面加，因为这一包比那一包将近重快2倍的重量，因为一直给最上大的所在，所以我叫伊大麦克鸡块。老妹加啊，一包免500，免400，3盒来300盒一包吼，我多少加呢？来伊阿公这样免一包，来大麦克250就好了。我这是包500，我是分开一包，你买几啊个？啊，这原味，这袂险。好呀，唔同我卡拉鸡腿堡无味着，有哪聊聊好啊？有哪200好？200块来啦！好呀，几啊个？有够少啊，这边200块。来，大麦克鸡块来，上面加进200块来，无几包啊，袂较紧的啦。来，大麦克200块，够几个无味着？几个？这无啊？这无啊？来200块够无？来，大麦克拢装备了吼，一包200块大啦。这袂险，这无险的啦，这是原味的，这来险我来甲你讲险。哎啊，无甲你讲就是原味。来200拢完吼，你收了，你收了，我一包卖200块的，对不对？来，阿要食鲑鱼来开500、400、300块完，这鲑鱼大块哦。这鲑鱼大只，你切到这大块啦，你蒸，画饼你蒸就好食，安怎？哎，龙虾少嘞，好啦，来，要拼来啦！外公想吃鲑尾，这个真的是很大块。我这句话来可爱了起来，我要吃鲑尾，买300来，200块，200块来，动作快来，我做这个话200，因为今仔个鲑尾拢做大只，来200块来撩撩来，来鲑尾200块，快，来1、2、3、4个客人吃下了鲑尾，来200块，来200块来，撩撩，来撩，不爱了，不爱了。来200块来，后抓龟尾，无这对号你啊哈，你着福气，无必要我们收起来200块来。最后三位，这么没有吃，中间这一根骨头而已，其他都是肉，而且肉超细的。来200块龟尾，最后三个客人龟鱼尾，要花这边不搞米，要不你怎么喝的哦？而且这个要买了，这个真的我卖的超便宜的，加300块的量啊，我卖300了，剩下啊，来200块最后两个人龟尾。你回去解冻伙伴干煎，比鲑鱼用锅高加蛋。伙伴开，伙伴开，伙伴开，这么痛苦了。你加点，谢谢。伙伴你开，伙伴你拿。来，阿哥要吃哪位？你加面的，这种的。来，这你加。阿哥吃鹅啊哟，鹅啊单做不完哦，鹅啊要吃，要买3包200块来，五个人加买的。过来鹅啊，鱼两包大包，一包买7块，来2包，你3包，你2包，啥要吃？我恁大家买的对好不好？
两包八块的，来七八块完的，一百块来，额外买七八的，这样可以两包都给住了哈，来七八块来，需要免费的，来一百块，真的很漂亮。